我们要借助周围浮台离开。 这石头可靠吗？不会在空中飘到一半，突然掉下去吧？还有，别，我乌鸦嘴乱说的。哦，好险！ 刚才那个石头一点都不晃，还好我跳得快，差点就掉下去了。发誓，这个铁链我再也不要走第二次了。天哪，还有多远啊？啊，我好怀念脚踏实地的感觉。 九泉造物。 果真神奇，小晴，你挨着我点，别往下看啊。哦，好。嗯，可是阿友，我不恐高呀。我恐高，你可得把我拉紧了哈。这尊神农雕像看起来和村里的不太一样啊。岩波拳手真糊弄上了。 石像好巨大！独占拳手。哎，谁在说话？余乃岩波拳背术离火精武，余之身形因灵元背翼，被迫依附于神农神像而残。 我等并非无端闯入，还请您恕罪。无妨，独仗拳手，方才如岩及独仗洞当。对对，难道岩波也曾经？岩波亦是如此，灵泉混乱至今，始于被束缚于此。 龙虽竭尽心力，但终非拳手，无法令于复原。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四载之前，和独仗一样。为何岩波拳会没有拳手呢？三皇大圣曾有约定。 将岩波拳交与魔族，全族共享，拳手由魔族首领指派。
未料后世魔界内部分裂至今，各部众混战不休，互不信服。今上任拳手王后始终没有继任者，于只能待上任拳手魔猿重聚复生。魏叔大人，我们为了查九泉动荡原因而来魔界，还请您放行。此意愚之所求，今后尔等可随时进出演播。多谢。他的声音听起来很虚弱。魏叔是九泉力量的具象体，演播魏叔被不明动荡困住，代表岩波拳已被束缚，事态看来比当时独杖拳还严重。我们没办法把他救出来吗？没有。重楼离开，可能是刻意引导我们和烈火金无接触。若是如此，那他并不如看起来那般冷酷严苛呢。我们走吧。这个名字我好像在哪里啊，是听蜀山的前辈提过，似乎与他们的锁妖塔有什么渊源呢。嚯，魔尊还挺忙，哪哪都有他。